你怎么跑那么晚了？到底为了哪里？我今晚车出来就哭。不怪我，男不想要救我，伊嘛被我卡车弄掉。伊这马有新的，伊家囡仔哪有什么死角擦？我要安怎？卡车，小宝，你讲什么卡车？ 我甲千羽要盈亏千羽，为着要争取离开的时间，阮一路不是讲开真紧啊！千羽嘛无一直逼阮的车，伊敢若一直在我后壁，结果阮像一个红灯经过一路口，阮就放心。 千羽和红灯冻掉的时阵，有一台弄红灯的卡车，向阮的车这边弄过来。后来，规个车都变起啊！当我清醒过来的时阵，我看到伊用家己的身体甲我保护，甲我保护掉掉。伊家己这样身受卡车弄过来的力量，所以伊的伤势才遐尼严重。 完全无打动我，这是跳过伊要定下性命手段。可能是爸做的，不过爸关我粗残，也无可能对今日下这种动手啊。这到底是什么状况？我早知影，我都莫为跟我讲车。伊个囡仔让我三顿两顿，我绝对无可能为着我家己的。 真的没有带钱，你绝对没有带钱。这辆车哦，真正也足奇怪。我已经叫人去追查，路口的监视器、公司的房屋，还去追查啊。我连查出这是意外，还是有人跳过我眼牌。一定是心肝粗残的单独行走，绝对是伊做的。我无留这辆车好，讲不稳的。 你这嘛是想要替单独是脱罪是嘛？啊！我脑壳晕体，要害你这个人脱罪，我安尼突然迄是因为，我甲知道知影你发生车祸，是千羽通知阮的。伊敲电话来的时阵，表哥真紧张、真着急，伊伫解释，伊甲千座真正毋知想做发生这个车祸。你可能毋知啊，这个对千羽来讲真重要。 你绝对不可能做出伤害靖宇的代志，这点我会当保证。哪里有可能是想？除了医生想要把答案抢走转去的单中心以外，故乡哪里好歹利用这个时机想要弄死我甲靖宇？我跟你讲，阿仁卡巴毛棒，我都不相信。我无任何的机会会当找到凶手的证据。 即马，咱个人求金玉当平安，个人求，咱个保掉迄档案，替用心集团平反。档案呢？不是伫案件迄边，案是即马人诶。迄时阵，我甲志豪，互董俊雅一个阿猫动怒。 作为暗中，伊拢有影者，咱七万，声东击西，后跟者，甲案件接走，USB， 案件信箱，有影者个伫案件身躯边，甲保护我放心啊。外地谈东西嘛，无可能算阿你准啊，伊嘛唔知你伫阮边搭啥干。 别烦恼啦，我相信伊两个一定有办法，会当渡过难关，离开这个危险。前面怎样应该解出来？等档案叫伊去安全的所在。
明天跟他联络啊。医生，啊，我是阳仔，医生嘛安怎啊？医生有状况安怎？大人还未脱离危险期，因啊无啊。你讲啥？你那无啊？真遗憾，请你保重。吴青怡小姐的伤势拢伫个脑部，因为血块堆积，即马伊个脑压真悬，无法度开刀，状况嘛真危险。等者，我会请护理师摕病危通知书给你签。病危通知书，喂，竟然袂当有代志啊！我晕啊！我真的暴露了我这肮脏，我无得报家己囡仔个死去，爹地对不起你啊！杰峰，啊，安娜，哎呦，娘娘啊，今物啥物状况啊？医生讲，静瑜今麦受伤最严重诶，而且伊那无啊，静瑜啊，我金叔啊，静瑜为着要保护我，伊看到卡车要弄过来时阵，伊用伊的身体甲我挡诶。所以这样受伤是安尼严重。妈，你讲啥？你讲只有用伊的命来保全你的性命？恁大拢掠准讲伊无情，伊就转了，伊现在大拢唔对啊。只有对我够感情的啊。伊真会跳工做歹人，互咱冤屈伊，互咱误会伊，伊为安尼叫你有下当我逃离开啊！别来安尼啦，我阿母代志。妈，至于绝对袂当有代志，伊若有代志，我一世人无可能原谅我家己。别啦，你看。在你生死关头，伊无顾性命来救你，伊对你的情一定会感动天的，天公伯，你保庇伊平安无代志的，哈。我若感觉，这边天没走我的路，你是讲命运由我不由天吗？那一切我由不得我。只有没有代志，吴姬，我拢来等你。你俩加油，同个军官，你绝对袂当出代志，你有听到无？都放开！你敢放开？冲动，被我带到地上，都放开！放开啦！不行，我不准你安尼。我若无问无清楚，我真正要造反啦！放开！大海，你敢会当同我讲，迄台卡车敢是你派过的？安怎要安尼做？你明知影车顶悬，唔那罗家峰，这个嘛伫内底呢？你是安怎一点仔情缘拢无法度代理吗？即摆情绪都会变昏迷不起，万一
万一若是甲咪姑同款，拢无到真心的是要安怎？放煞未？什么卡车？那不是我做的。除了你，还阁有谁做这种代志？你当阵你伫卡车，连动物拢无打到，直接弄落去啊！这一看就知影准是要死的啊！你要做这种代志，真正是安怎？我是同我讲，是安怎啊？你是臭鱼人哦！当然讲不是伊啊！啊，你阁是想要安怎啦？大雷，我甲你要求要听我想，到这么困难，我拜托你，你当我是鬼，当我是鬼啊！赶紧甲放，当然放开，放开啊！放开啊！当放开啊！我想要听老师话，当然，你当我讲下无？当然。放开啊！我既然答应没有禁欲对小雨照，我敢有需要搁动这个手？你即摆是安那？为着你的情情爱爱，硬要赖我？来，我即摆成全你的爱情。我骑单车，等下大大力对我头壳喊落，大力哦！退嘞！退嘞！给我放开！退嘞！你给我目睭闭好紧，看清楚！这么站在咱面头前的人，什么人？伊是咱兄弟的救命恩人呢！你拄只手是要从啥？当下已经讲不是伊做的，就无可能是伊做的。你有听清楚无？你给我较清醒的，较清醒的啦！我再跟你讲一遍，不管这卡车是单纯的意外，还是真正有人指使，都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当然已经讲到这样，你还是不肯相信当然，也不肯把当然回事嘞。我真正要叫你吃好，我真正不知道要安怎，我还是真正足痛的，但是呢。你也只是伤心过度，失去控制。我代替伊，甲你回信嘞，请你原谅伊啦，是嘞。一台卡车敢真正有人跳过安排？是讲不管是啥，只要替我排除阻碍，安尼就算共乖了。